战队是一支为海军收战果、为陆军做先锋的部队，因此争取第一是我们永远的目标，也是必须具备的信念。要达成任务，就要不断的加强训练，练体力，练耐力，练胆识，练技能，把自己锻炼成一个能够发挥一夜精神的全能战士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是，排长。陆战队有没有男子？没有，排长，没有。陆战队有没有不可能三个字？没有，排长，没有。Yes sir。 飞鹰听到请回答，飞鹰听到请回答，飞鹰，飞，这乖乖怎么一点杂讯都没有？怎么可能呢？有可能。Why？ 我忘了带电池。